뭐 Lon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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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些菜看上去都好新鲜啊，尤其是刚刚下过雨，还有卖香料的。这边是他们的一些蜜饯甜品，依旧是摆放的非常有艺术感的各类蔬菜，还有水果。这里就是那个 Sasamona 黑莓，不知道多少钱。在之前的那个视频里面给大家有看过，他们的每一个摆设都特别有艺术感，尤其是外面的这些小地摊。今天下雨嘛，所以我就说就在这附近买点东西，因为之前我不动脚架，所以就不敢在这边买，都是去沃尔玛买的。今天就不想躲他。刚刚问了一下他这边的这样装的草莓和黑莓都是20迪索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桶，上面装了一点点，20迪索也就是6.8块左右。哎呀，我不懂哎，这种小桶上面一点点到底是有一斤还是没一斤，所以我也不敢买。像我这种不懂在菜市场买东西的，我不知道它有多重嘛。因为这里就是他们最大的批发市场，各种都卖，衣服啊、肉类啊、禽类啊、水果啊、蔬菜呀、装饰品啊，都在这个 Mercado 里面，是 San Cristobal 最大的集市。这边路边还有很多小摊在外面，里面是各个店铺。这边有卖鸡蛋的，它这个鸡蛋是7毛钱一个，最大的，小一点的是6.8毛一个，好像跟中国的价格差不多哈。我又到他们里面来问了，他这一桶，哦，应该也是半桶到这里的，还是20迪索。然后这4个大的香芒吗？只要30。还有他这里的芒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6个也只要30迪索，就是10块钱，2块钱不到一个了。哇，好便宜啊，太便宜了吧。哇，30迪索，然后又要了这个芒果，看一下。7个，哇，4个这种，4个这样子的香芒吗？然后7个这样子的黄芒果，11个，60迪索，20块钱，那就是2块钱不到一个，这么大，太便宜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它这个橙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概10个左右，也是30迪索，1迪索一个。哎，是我不懂行情吗？我真的觉得好便宜。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的这一个 hostel 就在这，就在这一个大市场旁边。只要一条路左转就到了。我还买了一瓶他们当地的100年的龙舌兰。大家来到 San Cristobal， 不要忘了住我的这家 hostel 哦，又安静又小资又美好，还有离他们这个大市场 Mercado 也超级的近。这里有很多的 mini bus， 去到各个地方，转角就能遇到美好的涂鸦，还有上100年的大教堂。啊，这个坡爬得我有点累。出租车是可以开过来的，所以带着行李的你们也不用怕。刚刚还走错了，应该是 Mercado 出来右转，我左转了，后面才是我的 hostel， 5颜6色的小巷道。我特别喜欢我的 hostel 所在的这一条道，这古城里有很多纵横交错的小道，但是不是每一条道路都会这么清新和美好。蓝色、水红色、橙色和我的明黄色，我到了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去哪里呢？